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闲着吗？完了，干嘛？罚站。你们干嘛？罚站，你给我滚开！我们不干了，你给我滚开！我跟他是干啥子嘛？你今天马上找你业务在，你干啥子？哎呀，你另外管安排人了，我不想干了。提了哪个了？都不得行，打不开那个门。根本算账了。我去找你，你又不在，山上你水都没得了，你说的，你跑这要把锁门锁到了是吧？另外找人，我不管那些了。哎，那个。我们结账结工资，我们不干了。山上猪有包谷，有没得包谷，有没得水火，都不跟我们没得关系。你们到底干啥子？一天我们罢工了，算账。忙了，你做忙了要钱了。不做了要钱了。你莫给我开枪！你说那个时候你自己也晓得的，我们山上猪牙齿那么多，山货牙齿那么多，还有那么多。我管你那些，我想你哪去给那么多钱吧？你每年的工资不是年底到三十天过年就才一起发吗？今天必须把钱给我到位，我再单去给你到位嘛的，我会省个钱吗？那不管那么多。如果是你今天钱不给我拿到位的话，你就滚走，那钱不属于你的了，是我们两个的了。如果我们说的，我当然下不来，那不行，那货也不行，要把钱结了。嫂子，有话好好说吧，你即使要走啊，你也等我们把人找到接班的，你在下面的位置也很重要，哥哥在上面的位置也很重要，把我们今年的工资给我们结了。哎呀，过去，我是手指日落的，好。我们只能做了，我们就没得工了，也哭了嘛。好，过去，要不然你就去找你亲生妈。厂子钱结了，我就把厂拿给你，你就把你亲生妈老汉儿找来给你看，给你做。现在立刻马上把钱给我到位，要给我拿到我手上，你拿不到钱你就给我滚。我往哪走啊？那个厂不属于你的，你全部拿给我们，就属于一砖一瓦都是我跟你哥哥没得工了嘛，也哭了，属于我们的了。哎呀嫂子，你说什么了你啊？啊！你不晓得我们家的事情，你不要参与，你也是个外人。哎，这样子，你现在立刻马上钥匙拿出来，把门开了，那丽江要发货了，你胡闹什么东西啊？不给他开。我问你啊，丽江有没有给你发工资？有没有嘛？你回答我，有没有？今年没发。今年没发，去年没发，每年给你发清楚了没有？每天是不是都给你发工资啊？有没有？有给你发工资，你跟他是什么？老板与员工的关系，虽然说你是他亲嫂子，遇到问题咱们好说好商量，都是一家人和和气气的。这一点小事情你能把门锁了？那我问你，丽江现在收了那么多山货啊，那农户家的山货全部都收回来了，马上进入年底，生产期要生产腊肉了，他的损失你们这样耽误了谁来赔？不管，你不但要把我工资给我结清，还要把我的功劳费和苦劳费给我结清。如果你们不给我结清的话，你们都滚，那个属于我的，不属于你们的了，哎，是我的了。你走，啥也不得行。哎呀哥哥呀，你有话慢慢说嘛，慢慢加一句嘛。是你看他真他也是他的了，都是把账嘛，是我的啊，你哥哥有啥子资格哦？把账说他说了行吗？工资那个算，我那个叫我说了算数。铁笼门都走人嘛，都算了嘛。啥子算？哎呀，该我们算了。还有苦了呗，还有苦了呗。那厂也是我的了，不属于他的。你晓得个啥子嘛？你就只晓得说的磨人的话。我晓得，晓得，晓得。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如果说你跟哥哥想好了，实在是不想做了，你等我给我点时间，我找一下人。山上那么大的那么多的猪，底下这么多的货，是不是？你不管你哪些，你一下丢手了，我又这么多事儿，我怎么干得过来嘛？外面其他新来的人好多又不懂，你毕竟在这里，你们都是这么多年了，那是你的事。我也知道你们都很辛苦，看着马上就要生产了，有那么多山货在里面，那个门先开了嘛。好了，你现在把钥匙滚，你把现在把钥匙关，钥匙拿过来，算了，你把门给我打开啊！算了，你莫说那些，我跟二哥哥也不干了，妈。喂，阿姨。哎呀，你们哪么回来了啊？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还晓得回来呀？我以为你晓不得路回来，你耍安逸了吗你？顾得恁个忙的活路。
老子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我知道呀，我不是很快就回来了吗？要了，你都让俺耍了那么几天呢，他们对你好不好？妈，挺好的，他们都对我挺好的。要了，你见到你爸爸没有？他的病情那么个样子？爸爸刚做完化疗，现在还在医院呢。我想你们了，所以说我就提前回来了。那个，哦、给你买了套衣服。哎呀，不用买呀。都试一下，不用买呀，我有啊，试一下有啊，试一下，哎呀，嫂子来，那你穿得硬了，我看你耍的不晓得往屋里走，我累到了，我就有气了。这个是那个，这是拿到厂里吃的，这个是给哥哥带上山的。好，把它放厨房去了。你去试一下嘛，看能不能穿。五个叉的，要得，我去试一下。要得。啊？怎么了吗？咋回事啊？先去换衣服嘛，先去换衣服，去换衣服嘛，去换衣服。现在看能不能穿哈、啊，快去。妈，咋回事啊？燕儿啊，我那穿的好好看。哎，好看嘞，好看嘞。看、哎，多合身的哈。当皮都买的样。哎，裤子呢？长了啊，踩进好像脚有点菜，我把边转了才穿了。可以可以，好长呢，好看好看。啊啊，燕儿啊，嗯，我今有个事想跟你说，还有，怎么了？啥事儿啊？我们过去坐着说嘛，坐着说哈。嗯，行吧，那那边。什么？你又跟我说啥子啊？妈养你们两姊妹。你们从小都是不容易的哦，妈妈都想我们一家人和和气气的。为了带你啊，你哥哥书都没读，初中只在初一都没读，都挣钱挣钱，都为了把你命救活。你走了那几天，你哥哥说是在屋里跟我说了些事情。到底啥子事，妈妈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妈，你不要说了，跟我说，你给我过来。嗯嗯，啥情况嘛？我跟他的哥哥不干了。啥子？你一天都到那个到处去耍哟，那下你找到你的亲生妈了，你觉得他那个逍遥自在，就把我跟他的哥哥甩在屋里，上头的哥哥一个人住，我下头一个人住，累死累活的，你都耍得快乐，耍得高兴了。我这不是很快，我去见了一面就吃了两顿饭，我就回来了呀。那才了两顿吗？好多天你搞不清楚吗？我你当我不识数吗？结果来去要耽搁呀，耽搁几天呢、啊？我就吃了两顿饭，人家还在医院，我都先走了的。一句话说，你是跟他们都耍得高兴，很快乐，把我们摔得无敌，累死累活的，上头整喂猪，下头整山河，就是我一个人，你哥哥上头个人喂猪，那其他把那的活路堆成山。你莫说那些，我跟那哥哥也不干了，你过去找你那亲生父母来给你做喂猪，整你那边是山河，整你那腊肉，整你那些羊肚菌那些，叫他们过来整，我们不煮了，走。哎呀，嫂子。干嘛了，嫂子、啊？嫂子，他怎么回事？他跟哥哥不干了。他不干了。嗯。他不干了，那怎么办？你山上那么多猪，下面还这么多活，谁给你干了？那怎么整？你不劝一下吗？可不是吗？哎，我去问他。你把他劝不听。哎，没事，我跟他聊一下。嫂子，你干嘛？啥？哎，你过来，这么硬了的，你过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我跟你说两句。我干不下他的活，我不干了，我不做了。为什么不做呢？做不下来。都是一家人，你不做了，谁来帮他做啊？你知道他为啥子我不做活路了？我也做忙了。他这都跑去找他亲生父母了，他把他亲生父母找来，他就叫他亲生父母来做。哎、我们累死累活的，他不但不干净，他还要把他亲生父母叫他过去，他过那就已经叫他自己的亲生父母去做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这不要为这个小事情生气嘛？不是小事、啊，是大事。在山上那么多活路，山下那么多活路，他又不做，他来还晓得要这里去找他亲生妈，亲生妈哥嫂那些也找到了，回来都无话可说了，感觉到。哎呀，你这都是多余说些话，那都是小事情，你是干嘛还要斤斤计较这些事情呢？你做嫂嫂的，你能不能体谅一下呢？啊？我都够体谅他的了。家，哎，我也说不通啊。嫂子说他的哥哥俩，他们都不想干了，就那怎么办嘛？
本说过，上床才借口，上床才借口，礼貌没有告诉我。